OK， 好的，我们现在到那个 Albany High 这边的一家咖啡厅啊，然后呢，现在在我后边的就是一家我们实在终点休息一会儿，在这咖啡厅歇一会儿，然后后半场我会送汉哥往西走回家这边啊，就不跟那个Shiva 还有壮哥他们的队走了啊，今天的下半段。从一杯咖啡开始啊。好的，我现在啊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车。我们这车呢都是大汉赞助的啊，都有标的啊，一个白标一个黑标。我的这辆呢是一辆 Shivalo 的 S5 啊，这辆车是2022年环法的这个冠军车啊。我买了这个车呢是这个Altigra 的这个电变啊，然后我自己买回来了之后换了一个 Physics 的这个 3D 的座椅，这座椅还是挺舒服的啊。然后在我这辆车后边的这辆呢是闪电的这个 Asus 啊 S-Work， 大家看啊这个配色，这个血光白啊，一看就是一个钻石级别的 VIP 骑的车啊。这是汉哥的车，那这辆车呢它呢配的是这个瓦户的这个电脑和这个Mirror Power Mirror SD 这个座椅，我们这都是 3D SD 的座椅啊。好嘞，等会儿我们喝完咖啡就进去下半场。
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就一直骑到你家吧。好，就一直录着吧。好。你骑车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踏频的起重啊，就是不要一下子很用劲儿，一下子又很快，就是尽量保持在一个频率里面。好。要不然有的时候你上坡了你就冲不起来了。对。对对对。所以你有的时候频不太用劲了嘛。对。太多。
Stop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啊，很爽啊！走。走，对。这里右拐是吧？对。Thank you.
单可以。我们等一下在哪儿往左拐？在插板那边吧。一直走。走哪天啊？走吧，我会告诉你。好。